捡到钱了？跟捡到钱差不多，城里来了个收金子，他不识货，我一个假项链卖这么多钱，你看。收金子在哪里？在村口。我也去，我家刚好有根假金条。你不说他不识货吗？这样收肯定会不知道是假的呀。我刚才卖给他的时候他没烧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华彪，你什么意思嘛？拿个假的来骗我钱是吧？没有，我没想骗你钱，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等一下，我在做生意呢，谁跟你开玩笑啊？今天不拿真金子过来，我跟你没完。就这么多。嗯。